点解咧？我要处理一啲咧，关于我哋 M H K 喺 YouTube Channel 吓、啊，我哋发生咗一啲嘅白啊，Royalty 嘅问题、版权嘅问题。咁我谂呢一样嘢咧，就除咗诶、呃、我哋之外咧，全世界都有面对紧类似嘅问题噶啦。如果吓、啊、你喺你嘅节目里边或者 feature 一啲嘅 video 里边咧，系有出个人嘅其他嘅诶、呃、影片啊，各方面嘅嘢。咁啊、呃，近排咧，我谂 YouTube 应该系改咗政策啦。咁啊，改咗政策咧。 佢就會誒睇翻我哋所有一啲嘅片啊，或者一啲誒、呃、上傳去 YouTube channel 嘅片咧、啊，有冇一啲其他人嘅誒、呃、影片喺裏邊嚇？咁、啊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佢呢度會誒、呃、request 咧、啊、原有片嘅片主咧，佢哋作出一啲決定啊誒啊、呃，有佢啊，啊繼續播放啊，定係會誒、呃、提出一個嘅訴訟嚇、啊，話、啊、侵權啊各方面嘅嘢。咁啊，其實呢個係無可厚非嘅。咁、啊、誒，其實你都知道啦嚇，M H 區裏邊咧。 儘量咧近呢兩三個月咧，我哋依係誒唔係太呼籲用誒、呃、人哋嘅片去轉載，多啲一啲嘅自己自己拍攝嘅一啲嘅片段啊。 或者係純粹係出一啲嘅圖片啦，各方面嘅嘢，咁啊，甚至無咧，誒、呃、上到去 YouTube 咧，我哋都 f t 剔除一啲嘅清水版啊，譬如喺《巴利漫步》裏邊，你大家就會知道啦，我哋會將佢哋嘅誒誒一啲嘅吓出咗可能蘋果動新聞啦、啊，誒東方啊，或者係其他一啲新聞嘅片段嘅嘢，全部 cut 走晒先。 然後淨係 feature 佢哋時事評論嗰個版本上去 YouTube，咁啊，即係我哋已經希望喺依方面裏邊呢，就即係儘量呢，就係緊貼。咁但係奈何呢，我哋都曾經推出太多唔同嘅 video，咁啊一直改變之前呢，都有啲舊嘅片呢，都係用呢種嘅方法。咁啊突然之間我哋就接收咗好多嘅一啲嘅版權嘅投訴嚇，咁有啲去到遠早到去到二零一四年添。咁啊情況呢就會似咩呢？你一個駕駛執照。 你一直咧都冇乜點收到人哋嘅 parking ticket 啊，或者係 speeding ticket 啊，冇人話你衝燈啊、犯例扣分啊咁樣。咁突然之間呢，誒、呃、交通部咧運輸處咧就 send 咗一個誒 memo 俾你啦。嚇、呃<对>呃，原來你喺二零一四年咧你嘅曾經衝燈，二零一五年咧你曾經 speeding 嚇、啊，二零一七年咧曾經違你泊車，咁啊二零一。呃 誒、啊、六年呢，你甚至无呢，可能係有危險駕駛，如此類推，全部都要扣分。咁啊，如果呢，你喺一四年扣，咁啊大大話話咁幾年後應該都甩晒啦。咁啊，但係如果你由一四、一五、一六、一七啊，突然之間一次過告我嘅呢，咁我個分呢，就應該就冇乜幾多剩啦，係嘛？咁我哋就非常一个如此嘅問題。咁啊，突然之間有好多舊嘅片呢，都犯咗例，咁啊啲以前唔會犯例嘅片呢，都變咗犯例，咁啊。 你突然之間 YouTube 改咗個 policy 咧，喺除咗我哋受影響，我據稱咧有好多嘅私人嘅 YouTube 嘅戶口啊，甚至無一啲嘅、呃、其他嘅一啲嘅 YouTuber 嘅戶口咧都被關閉咗。咁我就要喺呢幾日咧去解決一啲嘅問題，令到我哋嘅、啊、有二十幾萬嘅 subscribers 嘅、呃、MHK 第一台嘅、啊、YouTube channel 咧係可以保得住。咁啊諗好多方法啊，要挖船啊，誒、呃、致電俾唔同嘅媒體啊，要傾偈啊，即係。 亦都咧，我哋內部嘅都好陰功啊！即係之後要做好多嘅改革啊，將啲舊片要下載翻翻落嚟，又重新要再 edit 啊，要再上過去啊，如此類推。咁啊變咗咧，就好多好多嘅嘢咧，要要要做，令到我哋咧就即係都幾頭痕嚇。咁同埋就即係都幾懊惱喺個工作量嗰方面嘅嘢。咁啊～ 而家咧到今日目前為止咧，我希望大家睇到 MHK 每周通訊咧，希望就喺 Channel One 睇得到啊吓，誒、啊呃，如果 Channel One 睇唔到咧，就即係換句講咧，我哋 account 咧暫時仍然同嚇、啊、YouTube 嗰邊咧就挖船緊。誒、啊、，YouTube 嗰邊咧就暫時 lock 咗我哋嘅 account，就唔俾我哋上載個片上去嚇、啊，因為要我哋解決清楚所有嘅版權問題咧，至可以重新 activate 翻我哋嘅 account。咁啊，暫、啊、時個 situation 係咁樣。咁咁啊～啊 免費嘅咁你都睇咗咁耐啦，咁嚇咁你都明白到唔係全部足本啦，以後嘅咧只會睇得越少越少嘅啫，因為我哋如果上傳可能係清水版啊，呃、甚至冇嘅就係、是、可能十分鐘啊，定係點樣咧？你喺 YouTube 裏面見得到嘅片咧？ 只有越嚟越短同埋越嚟越少，肯定經過我哋咧 re-edit 過我，我哋就會重新會再放上去公佈俾大家。不過咧，我已經係下咗指令咧，俾我哋 MHK 嘅節目嘅主持人咧嚟緊誒做節目嗰陣時咧，係盡量唔好係 feature 人哋嘅片啦，相片都仲可以。 係千祈唔可以再 feature 人哋嘅片啦。咁做節目嗰度咧，就真係要諗諗計，你要點樣去去去去做啦嚇。咁啊變咗呢一方面咧，大家要明白我哋嘅難處嚇、啊。香港亦都有好多嘅媒體咧，係會執行得咧越嚟越嚴格，係唔准人哋嘅 channel 咧係用佢哋嘅片。咁、啊、整個大勢所趨啦，誒、啊、YouTube 佢哋其實好希望咧，所有佢哋嘅誒 channel 都係一啲自家拍攝嘅一啲嘅節目嚇、啊，呼籲原創少啲抄襲。咁我成日都會。 覺得咧，而家點解突然之間嚇 YouTube 揸緊咧咁嚟做咁緊要嘅咧？就係同呢個嘅中美貿易戰咧，其實呢個美國誒 kills、呃、中國咧，係 WTO 之後咧，完全唔尊重知識版權啦嚇誒，好、啊呃、多嘅產品啊，或者一啲嘅網上面嘅創作啊，誒、呃、都係去抄襲啊，或者係轉載啊各方面嘅嘢。咁、嗯、我諗 YouTube 喺呢方面亦都係可能呼應翻國家嘅要求咧，就係將呢方面咧。 揸得好緊嚇，亦都希望咧，所有佢嘅用戶咧，全部都係啲自家拍攝嘅一啲嘅節目。咁啊，我哋都要諗下計噶啦。除咗 YouTube 之外，會唔會另另起僻徑咧？嚇，會揾啲地方去，可以係播放一啲誒誒唔同嘅片嘅嘅我哋嘅片段啊，我哋嘅節目啊。因為始終咧唔可以全部所有嘢都係靠晒 YouTube。 因為有陣時一節咧係誒點解我哋原部足本咁樣擺出嚟定係點咧？就是、因為嗰一節咧，其實我哋 feature 一條 YouTube link 係減少我哋個 server 里裏邊嘅容量啊！咁，但係如果你諗下啦，嗱、啊、YouTube 變清水版，嗰條原裝版我就，我哋要要全部重新上載上我哋嘅後台，咁、啊、亦都會佔據咗我哋嘅 server 或者我哋嘅 capacity、我哋記憶體咧一啲嘅地位啦。咁、啊、換句講咧，咁樣搞法咧，我哋又係一個好大嘅成本嘅考慮嚟噶。咁啊，冇法。 啦、啊，鬼叫嚇！人哋資金龐大，我哋嚇、啊、即係比較係係山寨形式啲嚇、啊，即係可能係自家製啲小本經營嚇，誒、啊、獨立資金咁變咗我哋喺呢方面嘅嘢會好蝕底。咁啊，真係要靠大家嘅支持至可以 support 得到。咁大家都可以諗啦，如果我搞唔掂嘅我 YouTube Channel One 咧，其實我嘅廣告收益咧亦都會好受好受嘅影響。誒、呃，其實我哋就～ 喺好多個媒體裏邊咧，都容許我哋轉載佢哋嘅片段，因為即係我哋誒唔係一個直情係將人哋條片咧 upload 咗上我哋嘅户口裏邊俾人哋睇，而係我哋做一個時事評論下轉誒評論呢條片裏邊發生嘅嘢啊誒，邊上亦都幫人哋做緊鋪模嘅。 咁好多媒體咧都了解，同埋都希望同我有我有咁樣合作關係。咁但係咧睇嚟咧嚟緊嘅大勢咧就係真係已經變咗啦。咁啊知識版權嗰樣嘢就要揸得好緊啊！大家都知道咧，自己拍攝嘅片呢，已經係可以變到一個賣錢嘅一個嘅、呃呃、要錢樹啊！咁、啊、變咗喺呢方面裏面呢，個 restriction 啊各方面呢，只有越嚟越緊，亦都係個大勢所吹嘅地方啊！咁啊當然啦，對我哋嚟講，我哋會多啲唔同嘅 topics 啦，亦、啊、都、呃、如果我哋淨係做一啲節目裏邊。 係就係大家互喺互相炒碼，你話我啊，我屌你啊，我督你啊，我評論你啊，我砸埋你啊，淨係喺個節目裏邊咁樣去做，咁啊當然我哋乜嘢成本都唔需要，同步 cam 揾條揾條友喺度狂屌就已經係 O K 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奈何我哋亦都係唔同嘅 topics 啊，唔同嘅一啲嘅題材，咁喺呢方面裏邊呢。 將來呢，我哋嘅成本呢，就會更加會會不菲啦，因為會做多好多嘅自家嘅設計。咁我同大家去分享，希望我哋能夠大保啱哥，保住我哋 M I H K YouTube 第一台。呃、我受嘅打擊實在太大啦，我都唔知道幾時只可以係完全咧 handle 到唔使咁煩，每一日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每日每每日都去冇冇乜煩事，就係、是、人生好時節嚇。咁、啊、我都希望可以過啲咁嘅日子，咁但係似乎短期內都可以做唔到呢一樣嘢。